进村了，快点啊！来了，灯亮了，煞灵就在这里，敖哥。 别感谢了，宣教无也。一会儿谁要是被误伤了，可别怪我。姑娘，他已经不再是你爹了。 你们干嘛呀？啊，趁我那么急干嘛呀？走走走走，散了散了！这三更半夜的，吵死人了，还嚷嚷睡觉了？这我这干什么呀？难道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里面有煞灵，一会儿蹦出来，我管不了你们这么多人，都散了散了散了！我才不管什么煞灵呢！我不怕，乡亲们，给我上啊！哎呀，这是，压死我了！
呀？哎呦！豪哥，小兄，哎，你留远点。此人武学根基深厚，估计是因为练功走火入魔，才让沙林趁虚而入，不好对付啊。豪哥，那你注意点啊。众将在前，严驾归龙，万箭皆兵，斩尽列宗。死有余辜，死了真是大有冤枉，咋又开天了？报应！今天大快人心，是死了也活该。哎，杀人心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好事？这是报应。对啊，大恶人，最好可算死了，该死。干什么吃的？没吃饱饭是不是？这棺材也太沉了，不是你们爱谁抬谁抬，反正我是不抬了。帮主现在尸骨也寒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兄弟啊，这棺材本都是咱师兄弟给凑的钱，已经对得起他陆老爷的授业之恩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打死你这个畜生！哎、不是你打我干嘛呀？让他们走。你看看。如果那本手札还在的话，估计就不会有这么多悲剧了。哼，单凭一本破手札有个屁用，每次助我驱邪的不都是这把斩灵剑吗？再说斩妖除魔算什么悲剧啊？但你每次遇到煞灵你都格杀勿论，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？难道你忘了15年前我爹是怎么死的了吗？爹，我要杀了你！孩子，住手！他体内的煞灵已经让爹封印在手札中，以后不会再作乱了。这本夜行一手札，还有这把斩灵剑，是本门至宝。一个在意，一个在杀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切记，切记。我爹因为封印煞灵反而丢了自己的性命，只有人心生了恶念才会被煞灵入侵，所以他们本就是万恶之人，其肉身就应当同煞灵一起被消灭。你看看这陆老爷可是这一代有名的恶霸，我帮着村中百姓驱除恶灵，又杀了这恶霸，一举两得。昨天夜里谁不拍手叫好？那陆家小姐应该不会吧？大仁大义面前，这点牺牲算什么？妥了，你说的都对。这趟下山可真够累的。你说张妈今天能给咱们做什么好吃的？看我的刀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替过来。哟，二位倒爷可算回来了。好。哎，潘富帅，潘富帅，潘富帅，你看啊，谁来了？谁来了？哎，张妈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官府的人。哎，你们留，你们留啊！我活一点，让你传给我。干什么？别跑！好。鄙人潘玉良，是藩林军的副司令，久闻在这青石山上住着二位得道高人，所以特来拜见。你闯祸岗，到你了，到你了，给我提回来，提回来。
这道观之内怎么不设神像啊？道至尊威尔也，本就无形无状。不设神像，这道法就不便传播呀。就好比我们军人的这身军装，穿上履行的就是军人的使命。散则成气，聚则成形。今日几位道法，恐怕不是来问道的吧？道长，果然是高人。实不相瞒，在下是为了历城的百姓前来的。山下有煞灵作乱，扰我军心。在这乱世之下，如果守城的军队有所闪失，恐怕历城将会沦陷，还望道长您出手相助。煞灵为祸人间，就算你不来，我自然也会去。这历城可真热闹啊！你别看这历城地界小，这可是贯通南北的交通要道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如今战事连连，各路军阀皆觊觎此地，若不是有我军驻守，恐怕你就看不到这热闹的景象喽。哎，长官，咱们还有好多路程要赶，舟车劳顿，要不找个地方歇歇脚？也好，前面就是天蓝阁，走，去吧。老板，您这菜不错啊。多谢夸奖。张大爷来了，老刘在那边等您呢。呀，彭司令又来光临小店啦。啊，这天蓝阁远近闻名，招呼客人若不来此地，这区区历城有何处可去啊？长官又说笑了，这二位客官既是潘司令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，等我再去为几位添几个小菜。有劳。道长，我见到您健步离身呢，敢问有何驱邪手段？恶灵妖魅一律诛杀。可如果被入侵的是个好人呢？只有人心生了恶念才会被煞灵入侵，所以我杀的没个是好人。道长作为修道之人，如此分辨善恶且遇恶则杀，是否太过草率了呀？这天道能够恒久，正是因为他没有私心。常言道，人之性恶，即善者为也。见人生而为恶，那我这么做有何草率可言？不过我听闻乐善堂有一本夜行医手札，可以治疗被煞灵入侵之人，不知道是真是假呀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为了在这青石山峦之间找到道长，可是做了一番功课的呀。那手札早就丢了，就算在的话也缺不了些，就是一叠废纸。喂，别躲躲藏藏的，有什么就直说，到底被附身的是何人啊？实不相瞒，此人正是我府中大帅。多年以来，我们一同带兵抗敌，保护城中的百姓不受战乱侵扰，还望道长手下留情啊。哦，原来是你们大帅啊。也难怪，这乱世之下，这些带兵打仗的哪有什么好东西。哼，你怎么跟我杜泉说话的你啊？哎，怎么的，想打架呀？打就打，我还怕了你？我放了，打架把枪放下。哎，道长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吃饱了干活。保护不是
帅，快！别动！别看了！你的对手是我。是你啊，臭道士，是我技不如人，要杀要剐随你。道长，他们是些什么人？惩奸除恶，难免遇上仇家，不碍事。把这几个刺客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对，押入大牢。走，走，快点，小声点，说快点。潘长官，你确定这是帅府？这也太破了，这也。哎，说来也奇怪，自从大帅被煞灵入侵之后，这个地方就变得破败了。哎，里面情况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人因宅而立。宅因人而存，这二者本就相辅相成，没什么邪乎。别动，老兵！发现两个骗子，给我押下去。是，走。潘长官，你真是……啊，军情紧急，此事不能被外人知晓。你二位，请吧。你就在这待着吧，区区煞灵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对付。不是，敖哥，敖哥，敖哥，小道士。对你早有耳闻，有胆就滚出来！爷我可没时间陪你躲躲藏藏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山堂选出了你这样一只无头苍蝇，真是可悲！少废话，有种你就放马过来！
用协助虚构的幻境，休想蒙骗于我。天下大乱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他是死了，今天我们怎么办呀？大帅死了，今后副帅就是我们的统帅，部下约誓死效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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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誓死效忠。誓死效忠，敖哥，敖哥。师长领空升，率部投降。马急了，是，都知道了，那就完蛋了，小命不保啊！回去吧，不是大事不好啊！哎，司令，如今这历城怕是守不住了，要不，要不咱们投降吧，避免全军覆没呀！好，您等一下。是，老话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你说是吧？拿到那边，好啊，听你的。司令英明，英明啊！我这就安排着啊。战死沙场是军人的荣誉，今后再有不战而降者，格杀勿论。小秋，哎，敖哥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天蓝阁，城中的客栈都歇业了，还好老板娘侠义心肠，收留了我们。醒了就走吧，这历城恐怕马上就要变成阴曹地府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听说前日大帅在府中暴毙，他死后第二天敌军马上展开了攻势，现在的历城上下
乱作一团，该跑的都跑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敖哥，咱们也离开这是非之地吧。你身体现在虚弱，咱们回青石山吧。姑娘，你救我有恩，不如和我一同上山吧，远离这兵荒马乱。大长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打小生活在历城，早就沾染了一身烟火之气，恐怕无法适应避世隐居的生活。二位有缘再见。保重。一边去，宗长，宗长，不要打我！不要，我没命了！那惩罚就灭了。怎么能活下去？只能让我活。自从大帅死后，军队群龙无首，军心涣散。潘玉良临危受命，也是节节败退，根本就打不过敌军。哎，他看起来像是个好人，不过这年头。好人哪有好报啊？雨越下越大了，小秋，要不然你先回去吧。你跟我一起回去吧，这船今晚不会到了。没事，我自己再待会儿。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夏秋，你觉得这15年来我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对还是错？师父曾经教导我们说，善恶从道出，是非由人见。敖哥，路都是你自己选的，我相信你都是正确的。如果真如你所言，那为什么我在这等了15年了，那永远岛的船却始终还是没来？船一定会来的。夫之有志，却力难从心。你是谁？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开枪了。鱼有捕食神力，可解汝之忧愁。邪魔外道，我不需要你帮我。
三军可多衰，匹夫不可多知。安危存亡之际，如可知孰轻孰重？一夜闭目，不见泰山，两耳塞豆，不闻雷霆，天下之大，唯有吾能助耳。你真能助我保护历城？拨云见日，实力乃空局于何年所汇集，可回世间万物。识相的就把老娘放了。放了你？恐怕在外面这个花花世界里，对你这个孤家寡人来说，也只不过是另一座监牢而已。那个乐敖身上有一本叫夜行医手札的古籍，是他力量的来源。他本可以凭借这本古籍制服于煞灵而不取人的性命，可他却不分善恶一律诛杀。我们的大帅就是死在他的手上。我知道你与那个乐敖有血海深仇，我也有。可单凭你一己之力，是杀不了他的。怎么又是你？夏秋，是巧云，原来是巧云回来了。哎呀，娘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肚子饿了吧？娘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八宝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娘给你做去。哎，张妈要给你做八宝饭呢。八宝饭。住嘴！俺跟巧云说话了，你们俩赶紧干活去。哎，去呀、啊！走！哎，走了。走。走。我饭去了，有饭去了。
敖哥，不要跑那么快，等等我。来，给，谢谢大娘。啊，我不在了。大娘，喂，过来搭把手啊，大娘。看我的。哎，莫了，过来。你有什么想问的？你就问吧。我的，这些人，他们都是……哎，他们的亲人都曾被煞灵所侵，我看他们无人照看，便收留在这道馆之中。那刚才说的那个巧云又是？巧云是张妈的闺女，几年前她爹被煞灵入侵。结果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估计张妈也性命不保。所以，他们的亲人都是被你所杀。但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你放屁！你手里明明有一本夜行一手札，可以救好他们。我看你就是最大的煞灵吧。我爹还有他们的亲人，整个历城的百姓全部都是拜你所赐。嘘，哎呀，你小声点。待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这是哪儿啊？这就是乐善堂。15年前，我爹死后，我就很少回来了。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哎，这乐善堂也有百年历史，世世代代以封印煞灵，及时救人为人。我们乐善堂所依靠的就是这把斩灵剑和这本夜行手札。这手札果然在你身上。再又有什么用？自从我爹死后，这手札变成了一叠废纸。我曾经尝试用它来封印人们体内的煞灵，但是没有半点功效。唉，所以除了这把斩灵剑，我别无他选。时辰不早了，山路险阻，逆趁天黑之前赶快下山吧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不复相见。你怎么还没走？这青石山又不是你们乐家的，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，你管得着吗？随你便吧。喂，你说这封印过无数煞灵的夜行一手札怎么到你手里就成了无字之书？我自以为只要将煞灵赶尽杀绝，便可天下太平。其实现在想来，天道循环往复，善恶转换，
只在一念之间。我悟透这天道，所以祖师爷也觉得我没有继承乐善堂的资格吧。天道循环什么意思啊？我因为仇恨煞灵，所以杀了你爹。你因为我杀了你爹，所以前来杀我。新仇旧恨，无止无休。我执着于匡扶正义，却借善意行恶事，早已与煞灵无异了。这斩灵剑沾染了太多鲜血，是时候该放下了。乐敖啊，我在此等待你多年了。你怎么认识我？所有的夜行医者最终都会到永夜岛来悟道的。原来这就是永夜岛。斩灵剑，可是我刚才明明这斩灵剑在于杀夜行医手札，在于存，两者相辅相成，才铸就了乐善堂百年的基业。如今你弃剑求道，算是开悟了。可是这手札成了无字之书，我根本无法掌握封印之术。无字之书？谁说的？你再看看。原来这就是夜行手札。古之善为医者，上医医国，中医医人，下医医病。乐善堂不但医病，还要治心。可人心难测，恶念往复不绝，纵使我有神通医术、无边法器，也难以为之啊。重要的不在于气，而在于道。
此二者或杀或存，都无法助你得道啊。那请问长者，我该如何求道？道存于心，存心所欲，道法自现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老，你看，这手札已经恢复法力了，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悲剧发生了。走，我们上山。不行。怎么了？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与那个乐敖有血海深仇，可单凭你一己之力，是杀不了他的。我要你，把那本夜行医手札的古籍给我取过来。事成之后，你要取他的性命，便易如反掌。总之，今天就是不行。夏秋一直盼着我能早日继承乐山堂，现在心愿已了，我当然要马上回去告诉他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陆天琪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煞林真是无孔不入，居然连你也被邪念操控。今天我就让你领教一下乐善堂的封印之术。四面不寒，天佑灭雷，夜行神医，驱煞不存。老兄们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，快点，跪。原来这就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潘玉良，你要手札拿走便是。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。傻丫头，你看看他的样子，如果我放了他们，他会放过我吗？乐敖，别冲动啊。乐敖，我杀了你。不要。张吧。小道士，你就这样看着你身边的人，为了你的固执，一个个的死去吗？敖哥，杀了他！用斩灵剑杀了他！敖哥，敖哥！求求你，放了他们！要杀就杀我吧！我杀你干什么呀？我要让你好好的活着！我要让你亲眼看到你们乐善堂守候的世界焚烧殆尽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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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娘，张奶奶去哪里了？张妈，她去了很远的地方。我饿了，我想吃张奶奶做的八宝饭。大娘做给你吃好不好？嗯。都给我老实点，都安分点啊。哎哎，别睡别睡了，瞅瞅瞅，看谁看谁来了。哎，你们也进来了啊？啊，那你老恐怖了。邪门歪道，你们别跟我们相提并论，闭嘴。吵吵什么呀？你要真有本事就别被抓进来呀。哎，丁先生道长，我还挺酷的呀。那啥，你有啥武林秘籍啊？让我们俩小哥出去也混口饭吃啊！哎，你们两个就是江湖骗子，还在这跟我们说话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把嘴赶快给我闭上，听见没有？你说啥玩意儿呢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孰可忍，谁忍不了？你爹我忍不了，你告诉你，谁爹？有本事你再说一遍试试！你给谁侮辱学人？憋死拉脸的你！再说一遍。再说一遍试试，来！哎，你还在打我怎么着啊你？我打你爹呀！打你爹！打谁爹？有本事再说一遍！小秋，打你爹！不要与他们争辩。快走！什么玩意儿？敖哥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张妈也死了。也不知道柳生现在怎么样了。难道这就是天命吗？司令，这敌军马上就要进城了，我们失去撤退，请司令指示。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一些。你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了？师傅，你看那什么？什么？肉。站前面走。
你就这样看着你身边的人，为了你的固执，一个个的死去吗？乐善堂不但医病，还要治心。我让你亲眼看到乐善堂所守护的世界焚烧殆尽。道存于心，存心所欲，道法自现。速叫那人也将回龙关进这边战士兵中。伤他们行不行？那怎么办，敖哥？他们马上就冲过来了。那你怎么办？跑啊！偏偏这个时候过来，搅了我看良辰美景的雅兴。无耻杀人，休想得逞。看你一路走来有些精疲力尽，不会打不动了吧？消灭你之前，我是不会倒下的。我今天要亲自取了你的命。关键疾病战士兵中。
杀气，就如同非同烂铁一般，不堪一击。看着你周围的一切，只有恐惧和恶念，才能让众生变得强大。善意只能让人变得懦弱，你懂吗？我以为你一直都明白呢。爹，孩子，乐善堂的祖训你还记得吗？医者仁术，我以势力之心医人。那你又做得怎么样呢？我从前只杀不义，但是现在我已经把仇恨放下了。可是没有了手札，我做不到。十五年前，爹用手札将煞灵封印，可是结果又怎么样？其实无论是手札还是这把斩灵剑，都不过是件法器而已。煞灵可以被消灭，可是人心的恶念却难以根除啊。那我到底该怎么做？境由心转，病由心生，善念一起，心魔自除。劝恶从善，方是夜行医的真正使命。潘玉莲，我知道你要听到我说话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厉声先生的样子，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你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厉声，为了百姓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不要痴心妄想了，这个凡人已经被煞灵吞噬，现在谁也无法阻止我。是，没有人能阻止你，除了你自己。爹啊！立场虽然保不住了，但是百姓还在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们。你这个懦夫，你倒是清醒啊！肉身可以挣脱我的锁链。邪门压阵是你跌过的善念的力量。小秋，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
我自己下山就行了。好。山路险阻，路上多加小心。嗯。没事儿就多来青山转一转。天热了，山上凉快。后会有期，走了。后会有期。别想了，都说了后会有期了，他肯定还会再来的。来来来，我们玩球，看好了啊！哟，你这是往哪儿踢呢？哎，球呢？他是故意的，刘成，给我挠他！哎，别闹别闹别闹！哎，别闹！哎呀，杨哥，走，别闹了！哎呀呀！使劲挠了。